由姜文琪老师所编制的《从怀疑到相信》福音课程，是从华人背景切入，针对多数人对信仰的疑问，用理性、科学、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，继而汇诊的 D to B From Doubting to Believing 的传福音工具，借着一对一分享，带领人信主。十年来，不仅在台湾各地开课，也拓展到海外华人教会，培育了超过万名工人，带领近十万人信主。现在怀乡福音事工更推动你来邀我来传全球福音派工计划，让福音无远弗届。我们从怀疑到相信是一个平台，基督徒你邀你的亲友，外地的亲友跟你住在不同城市，你鞭长莫及的不能传福音给他的，我们那边有工人，你邀，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就来派工，然后我们就安排合适的工人给你的亲友，然后就在当地帮他一对一，那这样很容易啊，把他对客完了以后就可以带进教会。一开始是妈妈去，就是她跟我说有怀乡这个课程，其实来听听看嘛，没想到就说这个信仰是能够带改的，就是你的信能够让他让耶稣来带领你，从生活当中从内心里面去做出改变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说让我想要去熟悉这样子。你来邀我来传全球福音派工，除了华人外，也对全球不同族群的人开启，已完成英文越南文版本，目前正在着手进行印尼文以及日文版的翻译，期盼有更多人可以透过怀乡工具接触到福音。为呢，那主在哪百多境内中历史国人这个教材非常的扎实啊，然后它一方面也可以就是满足就是越南特别是我的学生哈，他们求知的欲望。以至于让这个翻圣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，所以因为这课程的张力很立竿见影，所以这个对象会被吸引，所以他听起来是津津有味，很多的对象都是每一课上完就说我期待上下一课。我们就说呼吁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今年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送你们家人一个礼物，就是从怀疑到相信，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已经很多人就这样邀约就邀到了。从怀疑到相信福音事工，看见许多未信亲友的需要，透过你来邀我来传的全球福音派工，无论亲友身处何地，都能经由免费的怀乡课程，从认识基督信仰遇见上帝，让福音跨越时空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以上是 GoodTV 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。